树叶的离去，是风的追求，还是树的不挽留？花的凋零，是雨的冷漠，还是阳光的不够暖？心的破碎，是爱的伤害，还是自己的不够好？人的离去，是病魔的残酷，还是时光的不等人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路要走，不要活在恨与悲伤里。如果活着不是为了快乐，那长命百岁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告别离开的人，继续阳光和积极地向前走，不要忘记了感恩和懂得珍惜眼前人。我想，这就是生命的奥妙和意义吧。